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现在在福建省南安市水头镇这边。这里有一个第三实验小学站这边。那我准备走这个，我现在走的这条路呢是海一路。我现在四点半等我，好不好？我现在准备走的是海一路和滨海大道。滨海大道。今天呢是2022年的4月21号，现在是下午的4:43。那我们的目的地呢是到滨海大道与中心大街的交界处。滨海大道与中心大街的交界处。那我们准备出发。那前面呢，我跟你介绍一下，前面的是这个呢是滨海御景城。滨海御景城啊，这里好多那个开发商啊，这个还有瑞发国际公馆，什么海联，这边的那个，这边的商品房还挺多的，在这条路上面。那往后看一下，那是学校，红色建筑的这个是学校。行，那准备，那我准备出发。那全程呢差不多3公里左右。今天呢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呢是18度。昨天比较冷，昨天最低气温，昨天最高气温是20度，今天最高气温是28度，一下子上升了8度。好像这一侧，我走的这一侧就是那个商品房好像比较少，就是对面那一侧才有。江旗下乡，那是这是什么？欧美美斯克国际。我发现那个三四线的那个房子还建得不错，三四线的，像我们这种38线的房子。江旗师镇，像我们这种38线的小城市，建的房子都很不错啊，整个规模。这个大小，这感觉都很不错。但是它不是，但是啊，它不是在那个，不是。小油菜便宜卖了，1.5一斤，1.5一斤啊！
牛肉菜也便宜卖1.5一斤，1.5一斤啊，小油菜也便宜卖了，1.5一斤，小油菜也便宜卖1.5一斤，1.5一斤啊，小油菜也便宜卖了，1.5一斤，就这样，小油菜也便宜卖1.5一斤，1.5一斤啊，小油菜也便宜卖了，1.5一斤。小油菜也便宜卖1.5一斤，1.5一斤啊！小油菜也便宜卖了，1.5一斤。小油菜也便宜卖1.5一斤，1.5一斤啊！小油菜也便宜卖了，1.5一斤。小油菜也便宜卖1.5一斤，1.5一斤啊！小油菜也便宜卖了。我听成一块钱，这里江旗菜市场，我们进去看一下。贵人叫什么呀？叫我叫不呀 ？OK 呀，等我钱啊？
这么远。我走路。玉米呢？包菜怎么卖啊？啊？对呀，2.5块。4.5块，拿一个就可以了。4.5块。啊，3.4块是吧？3块。1斤2.5块。怎么贵的金花波呀？鸡蛋怎么卖？啊？11块。西红柿怎么卖呀？5块5，那个红的5块。5块5啊。白真的是早上的，我不骗你。1斤5块。这多少钱啊？这个11块。
那瘦一点的是，瘦一点的就这个。这个多少钱？十一。这个多少钱？那个20，那个底级的。底级的。生菜多少钱？这里是江旗菜市场。
我到那个海年创业园，海年创业园。菠萝多少钱一个？4块一斤。哦，4块一斤。不是一个，它是一斤。看，我们看了这些，全部都是大型的展厅啊，销售厅、展厅。其实我感觉好像，如果说是那个，我感觉好像有时候感觉挺大的，后来有时候感觉大是大，但是其实一就是一装修下去。一个小小的房子也要装修不少砖才，一下子就囤没了。哇，这辆车开得好快啊！中米食材城，我们现在还在滨海大道上面。那你要建一个什么这么哇？对面又要建一个大型的什么东西？又是大型的那个厂房？我看一下那个地图到底要建什么？看起来挺大的。
南生钢材，哎，反正就是那么做石材的。你看，就是做石材的。你看骨架一下子搭起来，搭起来以后马上就好了。其实很快，这种搭骨架的，铁皮房搭骨架的，真的是很快。买背景到中米，哎，中米，中米石材城，这是二号门。奢石玉石山水画特色大理石。这本来这一家本来是茶叶店，广告后来倒闭的。为什么知道？因为它上面的茶叶两个字还没有弄掉。嗯，这些都是待发的大理石。石头，你看，这么一大块石头。东亚立生立信大阪市场，这里面又是卖。库里南，
全部都是啊，真的是全，除了板材还是大，板材还是板材，除了大板还是大板。都是以命名，都是以城的命名，什么什么城，什么什么城，就是说这规模很大，就是说了。华辉中心，民生银行啊，石材产业金融事业部，民生银行。除扫。前面有一个叫做超前购物，超前购物广场，这边是华辉广场，前走，超前购物广场。前面，到底能不能过去了？我都不知道。这一个精品食材中心，那个大楼精品食材中心，可以过去了吗？哦，不能。
那本期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为止了。那我主要拍的是我们福建省南安市滨海大道和那个滨海。海一路，本期视频是拍的是那个福建省南安市水头镇这边的滨海大道和海一路的那个路况信息，以及我到以及和那个高崎的那个菜市场，崎村菜市场吧，以及一个菜市场。这里是超前购物广场，超前购物。那感谢大家的支持，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或建议，或我说错的地方，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我能做到了，我尽量去做。那，感谢大家那个，如果有能力的朋友或者可以加我的微信或支付宝，给我一点资助与帮忙，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期再见啦。这里是东方五洲酒店。好，那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那我们拜拜。